先开始下一个，那我可以介绍蓝秀上面的双头方案和双头两个的 MDM 这个方案。曾燕伟呢，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他在前面两年也参加了我们的 Postdoc 的这个分享。他是他之前曾经是在微软，当时做总监，现在他自己出来创业，自己用一家公司来去做研究。发展非常好，在大陆这边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社区上，大陆的社区，像我们的社区，在社区上面还是用户群里面是相对非常高的声望的。我们在几年以前呢，也介于他在团队上面的贡献 ，Robo 颁给他的开始叫 Robo SP，Robo 对于所有的技术人员呢，他有一个算是 Honor。说在有些什么钱，实际的资源，可能发个奖牌给你的，这个我们有不同的什么 SD， 然后什么最高的一个 SD， 这样在整个中国还是 Project China 那个 SD 的这个人数这样是很少。包含着 Burger 的产品线，合计起来大概有十个手指头的数。买的时候目前在 Burger 是有三个 SD，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的。算是目前现存的 SE 呢是最早的，而且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最强的。欢迎曾燕伟跟各位分享来自创投方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下午好。好，谢谢各位，大家下午好。这次来北京是。其实来过好多次了，然后每次在这里面做交流啊，然后刚才是刘光老师的听众，然后非常好。然后这次过来也是大家很好的我们之前做的一些这种方案，这个方案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窗口方案。为什么有这样的方案呢？就是说在我们使用中越来越多，然后涉及到的场合也越多，那其中有两种场合。一种就是说，比方说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既有南北中心、南北中心，又有中心，而且跨的距离是非常远的，延时啊、时差啊、流动性啊，就是会有一些恐怖，怎么办？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现在全球包括中国大陆的公有云市场发展都很大，不管是 AWS 还是 Azure， 还是阿里巴巴的、腾讯巴巴的，很多云。但是这个云在云呢，比方说在去年。每家云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很多趋势是说，很多企业也会使用云的 RDS 也好 ，ECS 也好，有的 ECS 上就是或者一些做法建设自己的虚拟器，在虚拟阶段建设自己的数据库。那这个时候呢，假设我用了 Azure 和 AWS， 这二者之间的数据库同步来做这些，包括我能不能做到双核，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需求。然后我个人之前也是在做数据库，然后从去年开始创业做自己的公司。也是围绕着满足口做满足口周边的解决方案，那这其中就包括这个双核方案。OK， 那我们就开始。那我这个在这个分享的前面呢，也介绍了一些满足口的基础知识，我们把它概括好。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满足口的一些基本信息，可能都不知道啊。反正我们印象中也就是这样，对不对？很流行，很开源，很多开源走廊很多什么什么协议在用。到底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或者说统计一下，我们能找到出来的，比方说在全球或者是中国前十或者前二十的互联网的企业，比方说像阿里、腾讯、百度啊，我的前东家去哪儿网、携程、飞雪口，甚至飞猪肉上，这些都是使用马斯克，所以它特别特别流行。它的流行就是也造就了说它在整个互联网。一个可以说是王者之一吧，因为多少年来都是成功第一的，并且它支持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在中国也做了这个中国满足口运动组的社区，每年都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曾经也有两次来到台北，在那个就是天津大学有两次活动，也有很多人参加。对，我也期待下一次也能继续过来。我后面有两个架构图。这个架构我看看，其中下一组刚才上一个那个文档其实是有的，这里
他这个画的这里面，就是我们来说一下简单的一个马斯克的架构，这架构就决定了以下我们做马斯克的冷成传输或者双核的时候可以用什么，不可以用什么。其实最明确的就是说马斯克这个分层架构，一个马斯克还有一个马斯克叫阿波罗尔引力，它也是引擎。然后其中呢，还有一种就是 Bedrock。马斯克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基于 Bedrock 这些架构的扩展，这是一个马斯克整体的。但是马斯克本身到现在为止，官方版的马斯克本身还是基于一个单机版的这一构，它不具备不管是说是单机房还是跨机房的整个分层式的架构。我们只有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扩展，才能够实现，可能就是不管是分层式的机型，还是跨远程的机型，就是这样做的。这是它的这个架构本身决定的。马斯克，在我们看来啊，现在马斯克的所有的设计都是基于单机来做的，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 MGR 说是可以做比较多分层式的机型，三个节点、五个节点，可以做很多节点的机型。但是实质上，每个节点的落地它还是一个全栈机，它具备那个数据扩展，然后在多台机房分布存储的一个概念。那这个特性呢，我们决定呢，就是说可能我们只使用马斯克官方的版本，不引入其他的因素，很难实现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激发，特别是跨域的。那这幅图刚才我看到在讲，然后就其实这里面也是可以看到，不管它的内存，还是说跟内存相连的那个各种 thread， 各种工作线程，还有就是它内存存储。它都是基于本机的，包括8.0之后，我们把很多那个Core Space， 把很多 Log， 然后就是拆成多个文件。但是呢，这些多个文件其实不具备说跨越在多个的公里的机器上，只是说在一台机器内部可能比原来多分开一些，然后把我们算什么把我们这个管理方式更清晰，那更好一些，对吧？这一大的问题，包括它的各种 thread 之间的一些内存管理 ，thread 的一些协调工作，都是基于单个机器来实现的。没有看到，我们也看到就是比方说，8.0版，我们现在很少能找到就是说跨远程的调用。当然，我们马斯克可能有一些那个存储引擎，是有一个通过网络跨远程的，但是这个其实不太有实现。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包括马斯克整体的架构是这样的，然后马斯克最常用的，而且是不管是我还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推荐大家使用马斯克以前云 UDB 的一些核心的架构，大概是这样的。具体的细节的就是它内部怎么工作的，刚才好像也讲过，我就不再细说了。主要就是说分成两边，一边是 memory，一边 disk。然后呢，中间有一些工作线程，然后在 memory 和 disk 之间做协调工作，然后使我们的数据能够快速的写进去，但是有输出数据，然后也能保证数据的安全去流化。所有的输出设计其实都是来做的。我们就不再单独来说了。那我们看看，在马斯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可以使马斯克得到扩展的，这就是马斯克的复制。我们也认为，当时我们统计过说，马斯克在过去10年或者15年间。为什么这么流行？为什么很多企业都在使用它？那么其中有一个点，我们公认的是说马斯克复制其实帮助马斯克的流行做了很多工作。因为因为现在已经在分库中已经普遍了，所以说我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数据库，哪怕你使用简单的 Redis， 也可以做出复制，然后把一部分数据复制到另外一个机器，然后保证让我们的数据库扩展，然后同时可以接受就是说人的数量大。在多点进行访问，然后分摊压力。但是在很久之前，比方说15年前，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很难去，除了一些商业化的数据库之外，在开源数据体系里面，马斯克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早，但是应该是最早稳定的来接受复制的，可以把我们的数据实时的或者是准实时的在一个服务器上搬到另外一个服务器上做同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读写分离，然后就可以做多个同步，然后看我们压力。最本质的设计的意图，也是它在马斯克中担当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来看看下面有三组，我们来看看这个就是四个智能原理，可能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比较了解，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传统的马斯洛是怎么做的呢？是看我们右上方这个图，有 master 有 slave， 然后工作原理就是说我们在 master 写出去的时候，然后马斯洛会有一个默认的处理器叫binog 其实它是马斯洛的运行，然后我们在 binog 里面会记录我们所有的写入的这个语句。这个输入语句落地之后，然后再通过一个 L thread， 把这个语句传到远程，远程 slave 接收到这个语句以后，同样的跟 master 一样，再把这个语句执行一遍，然后把数据然后获取到本地的系统面里面，相当于一个同样的这个语句在两边都各自执行一遍，然后这个语句马斯洛基本的复制原理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复制原理的基础上呢。过去这么多年发展，又发展了三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基本图，基本图是基本，是最基本的传统的一个啊，地图复制，也就是跟那个右上角的架构图完全一样的。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它的特点就是说，在 master 上执行这个语句落地 binog 的时候，实际上 slave 上是得不到的。slave 是一定必须跟 master 有延迟的，对不对？而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可以想想啊，假设以后我们要做两点之间的写入，或双核的跨域同时写入的时候，两二者的数据其实是不同步的，不同步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讲，先不说双核，即便是说在相比下，比如说你最基本在 IPC 里面的两台服务器和 master 服务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碰到数据延迟，有时候我们。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我们做双核的切换的时候，由于两边的数据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些数据的冲突，你没法处理，对不对 ？OK， 那所以呢，马斯洛官方又在后来推出了叫叫三性泛图，泛图就是跟之前的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个图把那个跟这个图跟前面的图相比下。它的结果就是说，我先保证我的 slave 先接触到我这份 binog 的，然后我再主客再 commit， 这样的话能保证说我只要在 master 写一份数据，我的 slave 上一定会有的。这时候我的 master 如果宕机的话 ，OK， 那我的 slave 上正好这个数据不会丢掉，可以保证我们数据最本质的需求，我们把数据放在这个库里面的目的就是我们数据不会丢掉。那这样半程度能保证。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这个需求。那当然了，半同步由于如果不能叫三面，半同步由于就是说会影响性能。然后呢，比方说我这个 slave 性能比较差，或者一个比较远，那么我每次提交都需要一个 slave ACK 来响应一下，这个时候可能我的整个 master 的性能就差了。那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官方在设计这个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称号的时间，如果你的 slave耗时太久，那不好意思，我得把这个响应程序断掉，你还得退化到原来的地步。那所以说这个半同步在网络好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同步的，然后在网络不好的情况下，我得还得退化掉。这也导致了就是说我们以后特别是在做远程距离的同步的时候，不管是跨公有云也好，还是跨 IPC， 比方说从北京到广州，这个两千公里的延迟可能几毫秒。大量的架构，因为移动了之后，每次 ACK 都需要几十毫秒的话，我就没法写了，对不对？那所以这种方案只能说在我们本地方可以使用，但是远程的时候这个也有些问题。那后来也就是最近也是马斯洛5.7和8.0融合推出的 MGR， 然后也就是说可能基于原来有一个开源体系叫 Elastic 啊，做了一个融合。那应该咱们有很多以前看过资料都讲过这个，它主要的原理就是说，我没有 slave 了，我三个全是 master， 然后我写入一个，我不管在哪儿写入一条数据的时候，我三个 master 之间通过网络组成一个 global communication， 叫组通讯，然后呢，我们会在这里面保证每个节点都有这样的数据，它主要是相当于利用网络写这方面存，这样它系统比较快，但是呢。它还是逃脱不了网络延迟问题。如果你网络延迟过久，其实还是问题。虽然这个
当时给他提供的是拉索协议，当时也是需要就是说我有我们远端需要提交，是以后我们才能在我们提交。所以他在当家在本地化或者网络延迟不太高的情况下，可以做到一个跨节点的集群化的一个部署，但是特别要强大。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就是马斯克的三种复制的原理，就是说至少是我们在本地使用马斯克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之前使用家，或者是使用这个第三方设计版的达拉拉斯，有这种方案可以保证一些数据并不会丢掉，因为它这个机制就保证了你不管在 MAS1 还是 MAS2 还是 MAS3 上，你只要写到匹配一些数据，我在后面的肯定之前一定是把这个数据存到三 G 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可能你在 MAS1 上写一条数据，然后突然就放掉了，那么这条数据其实还会在 MAS2 和 MAS3 定有，要么就是大家都不一定肯定了，然后就是一个业务端反正是没有写，没有写的话一定会有的。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我们之前在跟一些企业的交流的时候说，我们说这个方案其实是在马斯克可以提供的对于金融需求的金融的解决方案，因为金融比方说个人账户就个人能负担这样的很确信的要保证要丢失。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之前在智达网，也就是现在的税务这方面的跟他们一起吧，然后我们在订机票、订酒店的时候，个人负担信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使用的是 Master Slave 的一个架构，由于二者之间有延迟，因此呢 Master 就断掉了。我们有一次故障就是这样，然后很多数据就丢掉了。丢掉了这个时候呢，比方说某一个人，然后我在当时在上面提交我的这个机票。但丢掉数据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机票到底是不是或者没成功。那这个故障是非常非常难处理。然后你知道，因为去哪当时的那个房数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每天有几百万笔交易，然后当掉的几分钟之内，影响了几千个用户的使用。那我们就为了修复这些，然后查了很多日志，做了很多回访。回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很难解决这个到底是我们订单提交或者没提交的，那怎么办呢？那我知道你那个时刻你在登录我的网站，在进行下单，在进行下单，我知道你回访，说我这儿由于什么故障，然后你到底下了没下？如果你说你下订单了，我就把你的票给你回上；如果你没下，我就知道，就是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认为你到底下了。也有人说，其实他没买成功，也有人说我从北京买，他给的机票。我确实有复杂的问题没给我，也有这样的，那就没办法，那税库已经不能作为统计，不能就最终的数据化的时候也没办法来判断，所以影响很严重。所以我们后来就改成这种架构，这种架构也没关系，所有的档期、所有的各种条件不能保证你这个数据是完整的。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一直在推荐大家，不管是一条使用码结构，不管是使用 MDI 也好，还是使用 RFS 也好，这种架构能够保证你的数据不丢失，这是最关键的。那反过来说，这样架构虽然好，但是如果是我们跨公有云的时候，可能还有问题。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在常见的就是业务的时候，正在使用的哪些东西？一般情况下是这个。然后我们在做新人，然后找那个 master 就是六，这是最传统的，也是最常见的一个架构。然后这种架构呢，可能能响应一般的一些业务需求，但是如果是一些小的就不行。比如说我们需要高速切换的时候，就有一种这种架构，我们比较常见的像 MHA， 那就是说我们前面有 VIP， 我们两个 master 之间的互相切换。这个时候呢，虽然使用也是 VPN， 但是也有这个数据做起来。其实去安网之前可能是这样的架构，导致了很多问题。那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碰到打个问题呢，比方说我们这个要支撑每天一两百万笔的订单交易，那肯定一个实力是不够的。那我们可能就做分层表，有一个集群，我们上面可能有好几台这个测试方。那这种情况呢，也经常见。那这儿呢，在这个架构中，我们就引入一个policy 的概念。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个 policy 可能对我们专门讲，我们如果是跨 IDC 或者跨用云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帮助，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是说，假设我们建一个那个未来。
来这些或者这辈子语言，我们希望说我们是非常好用的时候没问题。那突然这个公有云，比方说今天大家那个去上掉了，我的热搜跑乱了，我希望把我的流量涨到我的什么 Twitter 上面的最新上去，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跑路姐做做路由，对不对？所以跑路姐在我们在初步的发展中突然间都需要这种平台来作为一个转发的一个过程。那当然现在我们其实推荐的是这个一项的一个架构，这就是改二的那个 revision， 那个包括你这个图是它一样的，这个是一个有的不同的人这个官方写的，这二者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是Gara Task 是社区版或者是第三方开发的，这样的标志。然后呢，马斯克官方被使用这样的理念，然后去做这个社区推荐。二者其实我认为是在原理上大概是一样的。那它的原理就是像我说的一样，我们有三个就是库，三个库呢，我会放黄色的，我会组成一个主通讯，一个网络。把每个节点连起来，那这样的话，我写个数据的时候，我要先在里面，在这个主通讯里面转一圈，然后保证我说我写了一个数据，在每个节点都有落地。当然，这个落地只是内存的，这样就可能说白了就快一些。实际上就是写对方内存。那这样的话，只要我在这里面写了之后，另外一边同意了，那会再断掉这些关系，对方这边就完成好了。那这样的架构就能比较好的保证数据的。数据的完整性。OK， 那刚才也说了，从那个架构可以保证很好的架构，我们就推荐用。但是我们制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反过头来讨论包裹，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跨软型的，就刚才说的几个问题，特别是网络延迟问题。那这个时候，你只要是涉及到协同网络主通讯的时候，我都要访问 ACP 来确认。这个时候，如果说网络延迟过长，那就整个集群效能就非常差。那我们就如果生搬硬套直接那个的话，除非你能容忍我这个最后写进去快到涨更能返回，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我们也碰到一些客户案例，他在香港、深圳和上海之间做了一套 N 加的架构，然后呢就保证他三地之间的数据都能写，他的整个延迟可能是100毫秒。当时我们还100毫秒就能接受，它就能提供我们一个内部业务。我们主要人的反应能力，就是你能快过我们那个并发不高，你能快过我们的人的反应能力就行了。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大家操作一个网站，它就外部你点下鼠标，一般情况下，比方说0.5秒，你给反馈，你回觉得特别慢。你虽然回觉得特别快，但是你回觉得特别慢。那所以这样的话也能接受，我可以这么做。那如果是比方说我们有些像什么快手啊、抖音啊这种。规模用户大量的，而且这个大家用跟用跟别人统一的，你这种可能就很难接受了，也需要看实际场景的。那么这儿呢，就是要讨论的，要探讨这个问题呢，有一个这个简要的其他公式，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特别标准和特别非常科学化的，但是这个方法计算基本上不会差别太大。我们可以看看，其实这个距离，行车距离，你可以拉一拉，就能大概知道这个两点之间有多长。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距离就是做各种系数，也考虑到光纤的什么双绞线的折射啊，和全反射的这个路径，然后算一下，哎，能够得出来。当然，这是我们一个叫基本优势。我不知道，就是说知不知道大陆有个电商网站的这个符号呢，也是我们自动化追踪组的一个成都区的负责人。他来提供这样一个算力，因为他们是这种明确，他们有两个数据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成都，这两点之间其实差了2000公里，然后呢要经常来做两地之间做同步的时候，那就延迟就非常大。我们可以看看，如果两地相差60公里的时候，大概算一下，说是1.2毫米，那你可以想想，60公里需要1.2，那个600公里就需要12，2000公里可能就需要30毫米，对不对？那所以说可能。在跨中国南北的一个地方做一个集群的话，它的延迟时间一般就是超过200毫秒。当然，你的业务如果能超过200毫秒，我一条接口挤下去，然后再反馈结果，如果你能接受，我们也行。可以用我们刚才推荐的M+也好，L+也好，做这样的架构，直接在多地部署。
知道有一个概念，叫分控。就是说在支付的前一瞬间，要算一下，因为分控算法算一下说，你这笔交易是不是有风险？这时候呢，有些数据要统一控制。那这个时间呢，就要更快，因为它是在你提交支付的一瞬间，这个过程可能有人使用一些 API 啊，转一圈，就在等待它的支付成功这个过程中，很快的算的结果出来，告诉你这个没有风险，或者风险度超过60%，超过80%，你可以使用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是说，对于分控业务的和支付的时间要超过5毫秒，超过5毫秒就不能让它来做，就是数量差。那所以这个难题是算，这个也能就是说大概让大家知道我什么样的业务、什么样的需求能使用原生的集群化的去做。那有些业务还有些场景，你要考虑第三方的需求、第三方的实现。那我们来看看，就生活的本质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罗列的几点啊。不好意思，这个是坚持用的，大家看看习惯啊。一个是就是说，我们业务的数据库是处在较长的2D，那可能就简单的一个，比方说超过10毫秒这更多，这2D包括两个实际的物理，比方说我在成都云集团，在北京云集团，或者是呢，你部署了2朵云，比方阿里云、腾讯云，或者是 AWS 和阿里云，虽然有可能是这样的，比方说两个云，阿里云和腾讯云，这两个云呢，它的物理机房都在北京，但是呢。由于是两家公司在运营，这两家公司的内部通信其实没那么好，那可能需要发通讯的时候呢，需要接个第三方出来转一圈回去，路由过去，然后再接回去。那这个过程中虽然一个物理是在形成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延迟其实也是很久的。那我们的国内接到这样的需求说，它实际上还是有个延迟时间。那我们要做这个目的呢，就是实现互相的一个在备，包括忘掉了，忘记了，这样各种各样的。对，然后同时呢，要就近写出去。我们做了上游的目的，就希望是说，我们对本地化的人力时间要缩短一些。对，然后呢，最终呢，两地数据库要实现最终的一致。其实最终一致跟那个我们的产品的话，数据优先认，相类似，因为传统的数据优先认确实是最终一致的，因为它不是实时一致，它是有延迟的，对不对？那我们要做到实现最终一致，其实也可以。然后同时就是说。切换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做这个目的不是说就能同步完了就行了，还要能做到，真正的同灾，那就需要切换，就是说真正的我必须要切换，来去做到切换。那我们在做这样的训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点需要注意的时候，就是我列了一些哈，如果我们能用原生的人工智能，那当然最好。那假设不能用，那我们就可以插话了。那么原生的人工辨认有什么问题呢？那一个，比方说，如果是两边写入数据，非常重复，那这个数据怎么处理呢？就这一点，其实人工辨认没有提供很好的机制。我们顶多是说，两边我们是使用OpenAI成长 ID， 然后两边各自有一个基数，比如说偶数，或者有一个说模三 ED 的，然后这样它可能导致你的自身 ID。不冲突，但是其实自动 ID 的两边写的冲突只是个表象，它就说你把它这么做了，它并不代表你的数据是对的，因为我们的数据库的业务里面的数据，除了说自动 ID 能导致冲突以外，我们某一个字段有问题，或者某一个逻辑的 P 有问题，那这个就解决不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在原生的人工智能基础上做这件事情。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知道原生的人工智能。最早的时候是一个 IO thread 和一个 SQL thread， 这样呢，它的存储的效率就比较差。那虽然后面改成了多个的那个多线程的服务，那其实也是基于或者是基于那块儿，性能不会太高。那我们需要说，特别是在跨两地的这个长途传输过程中，它可能性能达不到。那还有就是说，业务异常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复制的时候。没办法去感应到我的业务有异常，我要做什么临时应变处理，这个是不行的，这是一个。那还有就是说，可能也有些人会就说我可以两边去远程的应变，那这个时候呢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数据违反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两个数据库，然后我们之间。
先做一个护栏处理，然后这边同步，我们准备调包就帮他们给拿过来。那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本来在一个数据库写了一条数据，这个数据做到稳定之后发到远程，那远程再写进去，远程写进去之后，我怎么来区别这个数据是我之前在那儿写过的还是没写的？如果是你不能区别的，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八字形的网不断的一直在传，一直都是频繁的，那这样就很很难办。所以我们的小细节在这儿。那另外就是两臂的跨区域的一个切换的问题，包括自然平衡啊，包括一个动态的建构，我们做了一些方案，主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OK， 那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需求，那我们有一些思路。那这些思路等会我会有架构图来体现。那大概我说一下，就是说主要的思路是这样的。那首先就是，我们要做业务单元化。因为数据库里面一个复杂业务，数据库里面数据可能很多很多，我们不可能对每个表都做标准化处理，那怎么办呢？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说，我根据我们的业务逻辑，先做单元化处理。单元化处理的意思就意味着说，我把我的业务或者是数据分片。我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我做一个优的系统，这个优的系统可能分给他建立来分。或者你的地域来分，比方说我分出来有一批人是在上海的，有一批人是在北京的。OK， 这两批人产生的数据，由于是各自是各自的数据，它互相冲突。那么我们就说，你这个数据，你这边上海的是一个单元，北京的是另外一个单元，你还可以用根据其他的地域来分成单元。这个单元，这两个单元之间的数据，你在两地同时写进去之后交叉做同步，它不会产生任何冲突。那这样的话，就是单元化处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很多主要的逻辑给处理掉。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用原生的或者简单的同步来解决两地写入，然后做到最后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们的数据库呢，不只是说我们的化单元，因为这是个理想情况。理想情况就是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单元化，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写入就行了。但实践里边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一些公用的数据，或者公用的表，那这些表呢，可能每个单元的数据都要访问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对这些数据需要做异物同步的过程中做初步处理，然后能够保证说，我上海写个数据，北京写个数据，都写了同一个表，然后同步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表写的只改了同一行的同一个字段。那就有问题了。如果当然，如果是两行，这也没问题，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可能是那两个同行的同字段，比方说大家都要取一个公用的资源，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逻辑来判断这个资源该怎么分配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你要用原生的流水线去慢解决，那么我们就把原生的流水线替换掉，然后使用自己的同步，在同步过程中加入肥料的函数，然后在业务逻辑中事先实验好这个结果，然后通过 API 调用。我一旦发现冲突了，我们该怎么处理？我们确切什么情况，哪种情况怎么处理？这样的话能够达到说，我们一旦数据冲突了，不是说报个什么1032、1052的错误的这个认的时候，这有没有这样的错误放下就停那儿，业务就能动了，而是说在冲突发生之后还能继续转下去。那另外两块就是去支持用中间件来支持我们的支持件。用跨地域的报图的组件来支持两地之间某一个地区杠掉了，我们还能切换。因为我们很多点的以前的中间线也好，报图监控的网点就是有一个点。这个时候呢，假设我这个地方整体杠掉了，大家连哨兵连那个观察员都说我都不知道了，我可以他就又再发过去了，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在给有个中国电信，就是大陆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运营商，然后呢做了一个双子筒方案。他就是这样，他有两地，这两地他希望是说两地之间能够实现同步，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内蒙古。这两地实际上是跨挺远的，整个延迟时间应该是不到100分钟，我忘了时间，反正很长。如果你用原生的流水线同步，可能有些问题。一个问题是距离过长，还有。
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的公网 IP 其实没有那么多，我们在 EIP 中可能输出的实例超过，比方说超过500个或者1000个，那假设我都是跨公网直接做 UV 的时候，那我需要一个公网 IP 做互相对接。那这个时候呢，大家知道其实公网 IP 特别 IPv4 资源是非常少的，我很难做到说给每个数据库申请公网 IP， 大家都能直接从那里到对头插过去。其实这个跟在公有云上也是一样，公有云你去申请一下 ECS 的时候，很多它只会给你一个内网 IP， 公网 IP 是没有，这样的话你就出不去，你只能在本地或者是本 IP 内部，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你想跨这个网络，你看过去其实很困难的。那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像比方说这种大集团，或者是有些第三方，自己发现一个两个 IPC 或两个云之间的第三方的一个网络，做一个虚拟化的通道，或者 VPN， 对不对？这 VPN 之间都可以，当然这个 VPN 非常贵，而且性能没那么好。它是一个整个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紧缺资源。那我们要做两个之间的合作呢，我们做了几件事情。一个事情，首先就是说数据同步，我在这个地域中写的时候，把数据库写在这边，比方说它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网络的集群，不管是用的那个 M 加还是 PRC 还是其他的，还是 PRC 类的，然后呢我们不用我就可以申请。我们呢会有一个叫 OnBase 的，就自己写的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呢，会从这边的数据库里面解析数据，把这个数据解析出来之后呢，用一条曲线，然后发到网上去，然后保持说内蒙这边写入数据了，然后那边也能写进去。那这样呢，我这个就可以做一个跳板，我只要有一个通路能通到对方去就可以了。我在这个通路上把我们这边的所有 IPC 的数据可以收集在一起，或者是说只通过这一个高速公路。传过去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通网，而且我在里面可以做压缩啊，可以做加速传输啊，可以做部分的多区分的并发传输啊，能够提升性能。然后呢，一样的，在另外一端也是，我如果在这边写数据的时候，一样的也是同样的数据的架构。那这个时候呢，我在这边再做一套这样的，我们给它分配。那把数据接管出来之后，再传到这边去，然后保持两边的统一。那问题就来了。在传输的过程中呢，很多人说刚才我说到有一个投影的表，这个表呢我两边都需要取它的一些资源，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有些利益是要冲突的，那这个怎么办呢？那如果是引用原生的 regulation， 你就很难能保证说我能介入我的业务逻辑去根据冲突的方式然后修改数据，对不对？那这儿呢，我们就会在 Anybase 这儿，然后抛出一个给掉的 API， 这个 API 呢是提供给我们的业务，针对这种表的某种控制，我该这是一个高效的一个合作过程，你只要把脚本，你可以用 Go 写啊，你干脆写啊，我什么都可以，把写完之后放在这儿，那假设不冲突，大家就能传输就行了。那如果是冲突 ，OK， 我调用一个脚本，然后实现二者之间的最终的一个同步，那是这样一个逻辑来做的。那这中间呢，可能刚才说，刚才我说这个八字形的，八字形的就意味着可能会对，因为它不是原生的，就是写数据，那么把最后原生的写的时候是用 CYD 来判断说，我在这边写了之后，这个通往我的 CYD 然后那边去，那边也会同步，但是那边同步完之后写这个 CYD 还是我这边的，然后呢，我这边再同步回去的时候，我发现这是我自己的 CYD 有什么情况，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写的时候，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是在里面人为的写了一些算法。这就跟一个内核的一些这个税逻辑有关，我们把这个算法，然后这个能够保证说，我再次看到这样的 debug 的时候，发现这是我原来写过的，我就不写了，然后这样能保证说，我不会去写进来了。那这是一个问题，数据同步的。那双核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数据同步的问题，刚才我说了，我们还保证高可用，但是如果在一个集群内的高可用，我可以做个监测来做。但是它是两个节点，那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协议，就是最好我们的它的私人，那个使用过 Redis 的人都知道 Redis 也有一个私人，它是一个分布式的跳通合作集群，很简单，我们做了5个或者7个多个的节点，而这个节点呢，我们把它分别部署
大家在判定你这些脸或者你的整个 ADC 是否到掉的时候 ，OK， 大家来投票来决定。那如果是你的这个监控只在一个 ADC， 可能这个监控这个程序自身也会随着你的这个 ADC 覆灭而直接覆灭掉，必然就不成实了，对不对？那如果是你在另外一个端也有一些监控程序来监控的时候，至少我们保证就是说，哦，那个 ADC 全面覆灭了，但是我这边还能发现那边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就把业务提到这边来，对不对？那这样做一个分布式的监控，来，那它呢其实很简单。比方说，它是很轻的这个，就发一些拼啊，一些简单的随的什么命令，它不需要特别大的网络通讯。然后呢，它呢由于是做高频切换的，我们的网络延迟一般情况都是慢一点也是几百毫秒。我们的一些高可用其实能够保证在几秒甚至十几秒。在切换的时候能够切换过来其实已经也不错，因为我们四个九的可用时间那就可以宕机时间是每秒52分钟，对不对？假如我每次宕一次，我花了1分钟或者几十秒能切换，我一年还可以宕机10次，一般情况下至少能保证四个九，对不对？那所以这样的设计也是就是它不会太在乎这个延迟问题，那所以可以放在各地方做辅助。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接入层，我们这个中间件，我们中间件的时候，我们也能保证说，上层的逻辑流过来之后，我们放掉了，我们就可以切到这边去。这个图可能不能特别明显的表示，可以补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这样，实际上我们的中间件和分布式监控都是跨 IDC 或者是跨有云部署的，也就是说两边我都有。这样的话，不管哪边出问题，我都能发现一个人家，就是说，来，我把那边的我不要，我那边的我暂时不工作，我用这边来工作。你只要把两个地方同时上掉，我们的系统它可以正常工作，对不对？那这样就能解决这个，如果是跨 IDC 的时候，两边的同步问题。那同时呢，就是我们除了说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平台，就是你们国外的话操作啊，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一些有远程同步和远程双核做的一个这样的方案。那这边这个方案呢，目前用到了一些，比方说刚才举的例子，中国电信，那还有一个公司叫挖到家，它是在大陆做各地的家政服务的一个公司，它的业务就很明确，我本地的业务，我北京的这个月嫂啊，这个什么保洁啊，或者是修理工啊，它只服务在本地，我北京的可能不会接到广州的业务，对不对？我台北的可能不会接到陕西的业务，那所以呢，我只要在本地做的好就可以，本地也能这样讲，这样的话它就有业务的驱动。我的业务的操作模型能够说，我只要在各地读写，也能满足我的需求。我只要各地间的数据最终做的越小就行了。那这样的话，它就有这样的需求，来我做个多地的多活，我们在这里做投入就可以了。我们也能这种方法来做。那还有就是比方说，像我们还有一个叫水滴筹，它呢是为了保证业务的安全性。比如说去年它本来用的阿里云。然后阿里云这个被光纤挖断断机了，然后业务就没用了。然后又用了腾讯云又什么业务突然断掉，然后又停掉，所以就很多很多企业都会选择用两个公有云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性。那这两个公有云之间就有些问题，延迟性、延迟的问题、公网 IP 问题，或者是两个云之间的通信问题。那我们就用Aggregate这样的方式。做一个跳板来传过去，然后解决这样的需求。OK， 就刚才这个组件就刚才我讲了，我们模仿 Ruby Vision 自己做了一套这里要重复的组件，然后同时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比方说可以移动，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需求就是说我在这边是个满足的表。我重复过去可能是一个别的什么表，或者说我这边有5个表，我重复过去就重复了1个表，或
中世纪的构造的形式，让它提升性能。还有就是说，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完善性，我们启用了某个的事物来保证说我读到哪个点，然后写出去的还是哪个点。这就比方说是我们知道马斯克原生的 verification 那个前面写的文件里面叫有一个 info， 马斯克 info， 但是后来刚才也认识到这个 info 文件它由于是个 地的，它没有数，可能机器放掉的时候它记得这个点没记进去，然后这个站起来的时候来，那所以后来马斯克方面把它改成标准的，也就是我们用一个数来保证我们写作点一定对的，那我们也是这么做的。那后面还有一些像啊，未来这个咱们在过滤啊，这个就不细说了，有什么功能？时间不够。那这个就是一个中间件，中间件也是刚才我说的一样，它也可以在本地部署，也可以跨网络。这个中间件呢，就是它网络间的通讯，它能知道对方的状态是什么，能用来保证说，哎，我这个地方断掉了，我可以接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做一些。就是跨地域的一次性的管控，这个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事情，真的是咱们就是说，另外就是说，通过机制就提到，就是说态度提升一些 API， 帮助你就是说有些公有云的特别是能够有自身的通信技术，然后把这个这样的话，这项提升可以布置在不同的两个公有云上，然后实现两个公有云之间的合作。那这是也是就是我在新浪网出来之后，围绕马斯克创业做了马斯克周边的一堆辅助马斯克运营的更好的管理体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不管是用到就是说数据本身需要优化，还是需要中间件，还是那个分时间控，还是平台，其实都可以做。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啊，是 HTTP， 是基于马斯克的一个分支，这个就相当于一个 AWS Aurora。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就不再讲了。它的功能其实是一个分布型组件，一个架构，可能是也是做一些马斯克源码，可能希望根据未来马斯克的发展有一点贡献嘛。对，今天就不讲这个，就是一个大的方向。好的，我的分享。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正在做，就是这种跨地域之间的质量的防护和 driver 这边的做了一些努力。他另一方面也是有些特点，他对于延迟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所以他中间有些事情他就可以利用在就是架构不在上方。有没有问题？如果是你用他们家这种架构呢，你可以平
切，因为它这个空间过程中是多读嘛，只不过说多读写作过程中性能稍微比单读稍微差一些。那所以，从稳定性、从效率来讲，还是平时的时候多用单独写会好一些。但是多读写的时候，它由于保证了数据丰富和数据一致性，它对你造成一个切换是非常有利的。那这个它的作用，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在这儿。再一个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燕伟这边的申请就在到这边到一个段落。在五分钟之内，我们会有最后一个申请。我们台湾发展脱臼可以放电，最精华、最重要的一个申请。